今暗要甲大家介绍的，我那稍微想继续咱《弥勒救苦真经》这首偈。这首偈就是无妨特令记下生。顾名思义，这首偈的意思我简单先说明一下。无妨就是命令上帝，特令就是命令，就是差遣咱弥勒祖师为一代随因缘来到这个世间。来世间的目的要从啊，要来拯救咱洪太佛祖伫李天来来到这个阎浮提，来到这个世间迷失的众生，说无法度转去。这洪太佛祖说无法度转去，所以才着特别伫这个末劫来临的前夕，老母娘找见弥勒祖师来，要来做这个神圣的使命安尼。啊，这句大概的内容是安尼。咱即马来做一个较详细的说明啊。有一句句是安尼写啦，啊，一句句。这首机啊，我用这句无妨特令记下先，咱做回来拜读一次啊，一二三。弥勒领子下南岩，是安怎特别来伫这南岩步洲？咱这个宇宙间有四大步洲：东胜神洲、西如何洲、北俱卢洲、甲南岩步洲。为什么每一尊佛拢来伫南岩步洲成佛，甲来伫这救度众生？因为南禅步洲苦乐参半，欢喜也有，艰苦也有，所以人生有八苦，苦的较侪乐的，所以说十之八九不如意，如意的敢若两项，八项的不如意。所以咱阎浮提众生因为苦伊才会修行，北俱卢洲遐会修行袂？伊袂修行，伊连听经都无爱。为甚物？伊的福报，福报和天人相像，伊施一得一，施十得十。伊若要爱食啥物哦？欸，这毋是我伫讲，我别讲呢。即我伫大藏经内底看到北俱卢洲品伊内底一段记载，我看得够趣味。伊讲北俱卢洲的人啊，的老百姓，伊福报大大到安怎样？我即马想要爱食一样物件，迄个啦，咱即马上时惊火锅，对不对？我即马想要食火锅，伊自然会形成迄手啊，迄个手啊，迄个自然形成一个坎，自然点火。你爱食完啦。爱食沙干啊，要打啥话，逐项都拢有，应有尽有。你想的，我想，我上爱食的物件，拢应有尽有安。安福报大无？各位，咱即马听听来讲，点传说你讲好唔够？这毋是我讲的呢，这释迦牟尼佛讲的呢，这是大藏经的记载呢。啊，为甚物那有遐大福报？各位，毋是北俱卢洲安福报，咱弥勒福报比伊较大。南禅步洲，弥勒佛领子来南禅步洲，他有三个基本目的。第一，弥勒佛来阎浮提来这世间，伊有三个基本的神圣使命。第一，就是化沙婆为莲邦，三个是莲邦，
就是佛国。咱这个娑婆世界，咱即马处的这个南禅部就叫做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另外一个名叫做堪忍的世界。堪忍，要去反动会调的世界啦。咱苦有苦到反动袂调袂袂，寒嘛袂寒到挡袂调，热热到袂挡袂调，所以拄啊好。啊，所以伫咧安尼哦，因为苦乐参半，咱人都会感觉讲人生可爱，我想要来修行。所以佛伫遮讲经道，有人要听啦，就是因为安我伫遮讲经道，有遮个人要来听我讲经啦。啊，若无哦，电视比咱较好讲。因为我比咱较好讲，多润我嘛比咱较好讲，上面来只坐，我戆在遐坐，在实在咧大细声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因为堪忍的世界，要甲化作联邦，联邦就是啥？佛国。各位，咱敢知影讲未来，咱今个平均年龄才75岁，对不对？未来。沙婆世界弥勒来佛来来到这个沙婆世界时，刹那间变现佛国，不是刹那间变现佛国，就是因为这末劫来临的洗刷了后，佫留落来，就是佛祖的证据。迄个时阵，我甲你讲，人寿最低84000岁，84000岁。中无夭折，就是讲无就食200岁就死，300岁、500岁就死，无。中无夭折，日日享受净妙快乐。各位，日日哦，逐日都过迄个净妙的快乐，到底偌妙，来就知。因为我未到时间，还未到，我哪毋知。但是佛经就是安尼写：日日享受净妙快乐，女人500岁才嫁啊。500岁，从今来，这拢还要幼气的，啊，从这拢还要幼气的，要老硬啊，要抱你食冷的，我恶骗你，也嘛抱你食冷的，嘿哦，嘿囡仔生生哦，甲等的边啊，哎，镜头啊，嘿人过哦，镜头啊，甲堵嘞，啊，甲堵嘞，食地冷，天自然树冷哦，食，你讲树镜头啊呢，伊就食甲白白胖胖。迄、那个佛国的世界，你会好哦，你无法度去想啦。各位，即咱你咱拢有希望，你咱拢有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未来活84000岁。哦，迄、那个世界，唔知有啊，迄、那个佛国的世界，日日享受极妙快乐，妙的妙的就袂歹啊，迄极妙的快乐。即马我。现在发明，现在新型人类的讲一句，超好吃，好食就好食，讲超好吃。啊，伊妙妙甲极妙的快乐，到底有偌快乐？死到咱就知。要将这个世界化作大同，因为咱来自不同的所在，不同的国度，要将娑婆世界化作大同，唯一干一个方法尔，叫佛法。佛陀来统一世界，世界的大同，就是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你物件放几3天5天，可以找啊，都有。门暗时开开，暗时门开开，要关门开开，无人惊的入去给偷窃物件。为什么来安呢？丰衣足食，吼吼，大家爱啥有啥，我去揢你，要少加，都不咧顶落去。加工。第三上重要，就是开演三昧莲华。这个时间到，咱即马去做代业往生。伫咱遮，伫这个阎浮提无成就的众生，会当代业往生。代业往生，迄、那个叫做分城多劫。所以分城多劫，等候这个末劫受尽了后。咱会随弥勒佛落来这个世间，迄、那个时阵就是佛国世界的开始。所以咱来亲临莲华，闻法正道，正道了后，
登礼天，面无生老母，安尼有好无？接着是咱弥勒祖师，这回为着神圣的使命，搁做落来下生阎浮提，千佛万祖皆下凡。为什么千佛万祖拢爱落来？人讲一佛住世，千佛扶持，一尊佛要落来成就，所有的上天不老一佛祖，西方不老一菩萨，满天星斗皆下凡，五方烈仙下天宫。为什么？就是要来辅助弥勒，打帮助他，赶紧实现伊这个三无世界、世界大同、甲三无量化的神圣的使命。哦，所以弥勒佛落来了，千佛万祖拢总一定要对落来。大开普陀跋陀团，咱即马是咪道劫变降？各位，咱真是咪道甲劫拢倒落来？降道的目的，就是要救咱这芸芸众生、善男信女。啊，有诶讲，啊，着降道倒啊，啊，哪会阁降劫？安尼老母牛无慈悲，毋是老母牛无慈悲，自作业不可挖。一切一切拢自作自受。人讲人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啥，天就无照教子。你乱，就是因为咱乱。上天到这个所在，大自然它达到一个极限，它会一种反扑。咱即马有反扑无？咱即马有受到迄个温室效应，甲种种的迄个反扑了，咱真。全世界各国都未平安。美国讲一年有千几个飓风啊，就是更烈风的，千几个，迄损失不计其数，每一年拢千外个。啊，你看，所以道劫变降，所以到一句天温逆转。道劫变降，天轮直转末三秋。咱进入这在末法时期，叫做三秋：春先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春夏秋冬，秋多伫第三，三合作秋收、秋收。咱这是要收割，爱用刀唔免。收割一定要用刀，啊！即马先是卡袂着，就用刀，啊，就用枪。迄、那个顶啊，迄无偌久啊，伫个捷运站，迄、那个叫正捷，啊，伫捷运车内底，无缘无故杀死几下个，伊要杀死人啊，免先问看人好唔好？伊敢着阁先甲你问讲你好，我杀好唔好？无呢，迄条咧滑手机呢，伊安怎死也唔知呢？伊死了，伊到阎浮罗啊，阎浮罗讲啊，是来遮创啥？我也知，啊，我伫咧滑手机，从位遮来。即卖死哦，即卖人哦，恐怖啊，无法度去理解啦，伊嘛免理由啦，对嘛？所以这个末三秋哦，就是三期末节，世界末日，天地将穷，所以秋就是收，要来收割，啊，收一定要弹干戈。你割掉啊？要用烤的，还是用割的？用割的，用烤的，用割的。啊，即马来就是时间就到啊。三灾八难遍地流，你看即马灾害啊、哦，我相信讲有目共睹了。九九浩劫谁能逃？唔是三灾八难了，佫有九九八十一劫哦。即款的浩劫。什么人倒会过？救世专凭一贯作，你看，什么叫做作？作叫做法船。咱这只就是法船，叫做一贯作。啊，这只法船要创啥？
就是要载咱伫坐伫船仔顶只众生，等于离天见老母，安对不对？所以唔管怎样，唔管天地安怎演变，我希望讲咱的修行的心不变。自然这只船啊，咱就有分，要等于离天见老母娘，就无问题。安大有信心无？有无？对啦，安那有啊？无拍波啊？拍波啊，唔得讲代表有，我有信心。大开普陀跋陀团，即位释相的众子男，啥子释相？来咗唔哪能转去啊？咱是毋是伫遐来啊？都毋哪能转去？所以咱流龙颠转一直隔隔到即嘛，咱还有只隔呢？咱要隔袂煞呢？是因为即嘛一贯大道破团，今仔咱来三生有缘来得到呢，无咱毋来要去隔到当时的，这就是失向。啊，安怎失向？这十二个代表啥？十二个家。十二个里家，唔免讲上明，大家拢知影我咧讲啥。啊，因为咱咧迷失了，这就叫做迷。所以咱咧来到世间。或者风尘假景，敢迷失哩，所以咱做唔知人等。简单讲酒，为什么伊那会讲酒？酒啉来安怎？醉茫茫，有心无灵魂，亲像稻草人。业界电有唱这条歌无？亲像稻草人，我看阮那个大城遐的稻草吼。啊，拢嗷嗷的，啊，做一群人伫遐，徛伫遐。啊，即爿人也选举过哦，哦，即爿也国民党诶，即爿也民进党诶，拢安赢。啊，风过哦，拢安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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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个插头有灵魂无？伊无灵魂，所以酒会互咱人迷失，搞不清楚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因为他没有灵魂。所以没有目标，也没有方向。这个就最近规日醉茫茫，不知道什么是什么。安尼啊看，爱沦为面。所以有啥物？咱求得了，爱叫咱乞丐爱清口，啊清口爱戒酒。哎，唔是咱叫咱戒，政府嘛爱叫咱戒呢，叫你酒错无？讲喝酒不上车，上车不喝酒，唔是干那你讲，含政府嘛是安尼咧甲你鼓励呢。财色，色有基本，它有两种哦。色基本上有两种，一种叫做物质上的，咱对物质上的执着；一种就是美色。美色就是男欢女爱，会痴迷、痴痴啊、痴情啦、戆嘟嘟、牛痴加三级啦，你讲呢？无会死啦，啊！这物质的执着哦，有那三生皆大烦恼。迄天有两个好朋友，透早起来在烧长头，一个讲：“哎、欸，老王。”你目睭是安怎样？啊！透早门开起来，风吹来，一粒沙糖淹入去，爬袂紧。走去医生遐说，开三百几块，有够衰啦！伊讲有够衰啊！老张讲啊，安怎阁无衰啊？那咪我含咱太太去逛百货公司，一领一出进口的衫哦，从背后伊个目睭入去。咱大家听好无？背尾个目睭入去啊！
等于从一哭二闹三上吊啦，无要给伊哦，哭啦，要自杀啦，要命赢阿爸啦，安搞威胁啦，啊无要敢袂使？你敢知影我开几年？无偌济半个月薪水尔，惊？安上较衰，所以对于物质上的执着，也是一种烦恼。哦，尤其是昆德哦，要出门永远拢点自助餐。你我听人讲啊，唔知有影无啊？有影无影？讲若要出门拢点自助餐啦，啊现在几桌啊呢？偏偏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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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偏偏的讲就过来买啊。嘿哦，迄穿三四人，我穿袂了。唔然即摆衫穿袂歹，我即摆衫穿十外年咧，也袂歹，穿袂歹。那个哈克也无在，啊，个穿，做纪念。后摆若死的时，通个穿落来。这有伊个基本价值低个，因为做物质执着，美色更糟糕。最近报纸咧报迄两个大学生，医学系的呢，医生呢，迄两个是医生呢，未来的医生呢，啊为着两个人共爱一个查某囡仔，好无？共爱一个查某囡仔，一个约会小事，爱知影讲伊活命难得啊，伊家己自杀，因为甲因为后头吼，拢总医学系的，拢医生。医生的世家，啊，出一个医生的囝，啊，两个医生的囝拢来一个小事啊，一个自杀。你看，为着这，为着一个查某囡仔，唔是讲安尼应该甲不应该啦，是讲一个大学生啊，爱去高材生，是安怎那会对这感情的问题这无耻啦？伊的心内要带啥也敢无，啊，唔得无法度。啊！恁在恁啊！恁大家要相信业力啊？未？不得不相信，不是相信而已，是你一定要相信。欸、我相信 B 位小姐较水也有啦。因老我唔正讲伊是啊，校花上水的 ，B 水十外倍啊，佮有伊偏偏啊无来。啊，凭伊个学生背景佮医生的世家，伊要带啥也冇。先拿到特别的啊，人烧钱啊，但两个拢来死啊，值得吗？不值得，对啊。这个叫做迷失啊！咱来到世间哦，就是安尼迷失，袂当转去，就是安尼啦。讲着钱来气死人啊！人有财势，念为失望。人诶。诸葛亮啊，为着博大家乐，出四亿外走路，对不对？啊，最近有一个刮刮乐，伊不小心去甲买着100万，刮着100万，爱欢喜啊！伊过别日过来买一支，小想阁着100万，安、啊、尼会气死未？一个人当时着200万，虽然伊数额无介大。但是是世界独一无二，迄呾金氏纪录啊啦！那有可能一个人有法度钓200一百万呢？你若讲钓一摆乐透哦，讲几啊亿，迄嘛是足稀罕的。但是一个人要小人说钓200，这个就不寻常了。所以讲，这個、钱哦，命中有时终是有。命中无时莫强求，我讲诶，命中无带灾祸来哦。我注意呢，我捌看到迄一个看到钱哦，涂骹有钱哦，伊赶紧要按落去哦，啊按落去时哦，风龙飞，啊个香龙按落，闪着一只骨，钱捡无着，佫要闪着，安尼衰无？啊人一个是要跋咧。手打来都打到钱啊！啊，迄个人伊都有迄个福气，啊，你无看到啊？煮熟的鸭子又飞了，啊，佫闪着腰啊！你来看，阮遐哦，
一个圆月，迄较早讲叫圆月就好呀。迄一个贼仔入面内底偷客钱，要偷客伊就好呀。啊，入去偷客，啊，有迄家丁发现着，啊，就掠开。哦，我掠起来，就大细声，大细声。啊，吵天老爷，老爷起来讲，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伊讲安尼掠着贼仔，赶紧掠来见官，哦，要来衙，要来衙门啦。阿弥陀佛，老爷想想讲，啊，唔免啦，老爷真慈悲啊。伊讲既然来啊，吼，咱就是有缘啦。啊，我有听人咧讲啊，讲贼仔若来到人个厝吼，揢无物件人转去吼，会衰啦。贼仔讲来人个厝揢，无揢着物件，讲会衰安啦。啊，讲既然你过来啊，安尼，伊从由道家哦，揢一罐锁匙出来，讲带，遮个锁匙哦，阮所有内底个锁匙拢伫遮，内底哦，不管是金银财宝啊，或啥啊，统统伫遮个锁匙。啊，你家己拣，你家己拣一支，你开，若开着，你双手揢个范围内，拢给你，双手揢个范围内拢给你，伊伫拣。一直敬，拄啊敲敲着一支较金的，甚至安金金的，敲着一支较金骨的。伊讲我要一支，头家笑笑讲，你唔卖换的，确定哦？伊讲确定，安尼一开，伊讲哎对，这支我印象介深，伫遐，你家己一开，伊我一开，剥一下开开，门甲撒开。看一下，迄个钱惊着对不对？唔是哦，开着插板啦，看有水也无啦。以前啊，选金金的去，啊你有够颓，迄插板直接开几下摆，主播也要开，兄弟也要开，再三三三三三，得几间正开，算唔啦？按金金。哎，金库的锁匙一定是新鲜的，煞有人指甲唔定揢开金库伫遐哩，你迄金啊揢出来算算的，去揢入去的，个人安尼，迄惊甲唔敢红仔，迄支锁匙拢还伫哩开，哎是讲金金的哦，稳只的，伊还讲安尼无法度，哦安尼，哎无法度，伊嘛拿两箍叉箍转去，伊讲安尼较袂衰啊，所以哦。命中哪有就是有，命中无哦，你免求也求无啦。气，啥叫气呢？简单讲，叫受气啦。你来受气未？未哦，哦，我甲你拍波啊。遐牛哦，拢未受气哦。哈哈哈！遐受气个较艰苦呢，受气艰苦啊，怪我。遐气起来，咱也毋通紧带转呢。所以哦，修行人尽量卖生气，或者忍气求财、忍辱。气的倒变就是忍辱啦。迄人若气开哦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呢？毋则讲三代累积，一代开空。火烧功德篮，就是气概。迄人气概拢失去理智啊，拢失去理智啊。所以气的倒变来在忍辱，忍辱就是啥？退一步，忍一时。你来看，何乐而不为？咱这大家拢会晓讲的啊。咱若退一步，就是拢无爱小退，伊也要进。伊也要进，才会烧壳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石头啦，烧壳是袂出来金星。啊，你若退一步，我也退一步，伊只得一个空间啊，有一个压缩面的空间，伊就袂烧崩啊啦。啊，你也唔退，啊我也唔退，啊就搏一下，就出来金星啊。安尼变作啥？燃烧自己，不是照亮别人，是伤害别人。人的垃圾是伤害。燃烧自己而照亮别人，啊！咱家己起来了，
是规身躯就不碰嘞，迄起开哦，含脑筋来刷刷断嘞，不但伤害别人，佫伤害了家己。所以忍辱就是，人讲忍气求财，忍辱就是聚福。今天我们一贯道，如果不是忍辱的话，咱无多德团万国救救啦，各位对不对？英国共产党讲的，我不怕国民党，只怕一贯道。为什么怕一贯道？唔惊死啊！迄请教都到香港嘛，讲我来好来，伊都唔惊死。所以含共产党的导航呢，导航一贯道呢，为什么？他心中有道，他心中有佛，他心中有理想，他心中有目标。细着说嘛，啊，这样死一摆是较早死，较慢死尔。我那是因为为得官区，我是公营呢，大家爱搞拍破啊，才对呢。所以咱即马为过去这先贤为得牺牲呢，尤其是咱潘道长，甲鼓掌一下。什么叫做无妨？大家知道吗？武王是什么人？在讲啥？明明上帝，无量清虚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，万灵金主宰啊！万灵主宰就是无妨上帝。在咱的心目中，上帝是不是一个万岁呀？是不是？穿九龙袍，啊，拢坐伫迄个桌仔遐，规日拢坐安，啊，一顶帽啊十外斤安盖的，啊，即马大家拢也照办，五祖万岁，万万岁，你呾家己岁，迄个无生无死啊，叫你五祖万万岁，他不是形象。它是真理，它是道，它是真理的化身，是道的化身，它无形无体。所以老子在讲大道无形，上帝不是一个形体，上帝就是道的化身，就是真理的化身。我现在举一个例，在天叫做天理，在咱人叫做啥？性理。好，咱现在天顶的咱无看，诸神有看无？诸神咱有看无？诸神无形无体，无长无短，咱看不到。啊，有千般样无？因为性在人在，性去人亡，迄死的人，因为性已经离开了，所以伊袂振动。咱的性伫咱的身躯时，咱的讲话会比手会刀，所以会千变万化。所以刀来讲，它不是形象。所以老子敢讲：大刀无形，生育天地。后来我即马请问咱大家哦：大刀无形，生育天地，天地有形无？安尼有形啊，无形。咱看天是物个，天圆地方，方就是四角个。咱即马来搭这是物地，伊有形体无？虽然大道无形，它是真空而生万物。真空是生苗意味哦。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是千变万化。所以你讲大道无形，它生于天地。天圆地方就是它的形，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。日月的当先相对，大道是无情，但是伊运行日月，
那无是我的运行，万物生烟，无是我的当先先对万物的话呗，会啊呗。那无是头啊话牛，万物正会开呗，呗。所以你讲无情，道是无情又有情，嗯。所以大德这款物件，你不要把将它说一切通通无。大德无名，伊无名，长养万物。万物有名无？啊、哦，咱内底无共姓啊，你作个丹林李蔡天拿顶一半，博拉王来西龟呢，博拉彭哥金蕉，迄拢种名。啊，圣人有名无？老子拢种字哦，拢种字。老子、孔子、孟子拢种种字。咱即马大只叫做皇子。你得叫做桌子，您坐的椅子，我正啊旁来啉着这杯子，拢中柱，因为拢中柱，脑柱在讲，刀是啥物物件？刀也食，刀是啥物物件？刀就是无明万天地之开始，还没有天地以前，就有刀。有名万物之母，所以因为万物生，一定要号名，啊，这有名万物之母，无名是要怎叫？喂，欸，我常咧笑讲菜料的，卖菜料的，大家拢敢笑，哎，恁食菜来样哦，心肝拢无清，心肝无慈悲，啥物马甲哦，鸭形哦，鸡鸭形，搁有三珍啊吧。个后啥物坏啥，干那要打打，拢总有。恁心肝无清，恁就是爱食啦，心肝还阁想迄啦。啊，毋知做迄个鸡仔形体，啊做到迄三千啊万一丁一丁，哎呦，惊死人啊！恁去食菜人食无清。各位，如果若是安尼话，伊拢莫甲号名。去到菜啊，就讲，哎，迄一碗来的。伊讲你是要对一碗，啊，就迄碗呐，唔是呐，搁来对迄，拢定，你著敢若无号名，拢烦死啊！内底人敢若话话，你话到死，毋知你叫啥？所以因为万物拢有名，所以名搁号做主，所以到老母。老母参禅化育，生天生地生万物，咱称呼万能主宰叫做老母娘。因由就是安尼来，安大家理解未？安大家理解未？所以老母娘唔是直接从串串珠阿条安后壁输直接鼻头、脖头，娇羞啊，娇羞啊，他拢阿未转来。关阿妈阿得转来，你若甲当做老母娘是安怎？恁家己做得，我唔爱做老母娘，安尼就艰苦啊！不是这样，阿、啊、不是什么样？我相信大家拢有共同的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人问我的啦，人问我，我相信这个问题恁虽然无问，或者是唔敢问。啊，总藏在心肝内，介久啊！啊，迎难来做一个解答，迎难做一个解答，就是讲，啊，若讲拢都无，拢无影无食，啊，着刀，啊，着真理，啊，着剩一把火，啊，是啥物话？啊，咱即马收收的，咱即马只收刀，大家食菜，啊，食甲艰苦，啊，后摆去，我要找啥人？恁有安想无？有讲有，无讲无，有还是无？有啦，我就安尼想啊啦。
其实咱直接找到解答案的，直接找到的，直接找到。道就是安尼，道就是真空，真空生妙有。好，咱即摆卖暂时卖管真空生万有，咱即摆看有形的。咱即摆即个世间，我请问咱大家，即、这个世间的科学真有登峰造极无？你若经济较好，要爱天顶飞就去飞，要爱海里走就海里走，面如啊看来开就面如看来开，应有尽有。即摆人车资卡要去太空旅行，一个人卖三百几万，一个人三百几万啦、啊。恁若有诶钱，本来使登记，毋知要有无也毋知。要去太空佚佗，一抓三百外万尔。恁若有良心钱，去佚佗一抓袂歹。迄人已经车资卡吼，会当去太空啊！各位科学家甲咱讲。安尼，咱要开发偌多？开发5%尔，5%咧？5%，咱的科技就发达到飞天遁地啊！过下地球，我遁到要歹啊！或者世界，它是100%呢？咱要95%还未开发咧，遐到底有偌好？恁家想到啊？我不要想啊！这哦，我算数较慢，我不要算。5%伫咱遮，若经济较好小块吼，飞天遁地啊啦！迄手机安噔噔噔噔噔，随到美国。即嘛什么网络，什么赖，什么死骨头，迄我唔知啦，迄我袂晓讲啦，我都袂晓用。啊，都吼，全咧低头族安，安定划来划去，划来划去安。嘿哦，迄颔骨啊，若无较食咱运动的吼，唔像后七头壳会变变安，这样可以解发达啦，多开发5%尔哦，各位，将来95%就是等咱后摆去迄个所在，甲伊讲，你要爱啥货就有啥货，咱真经济若较好，就要爱啥货就有啥货，伫这中间哦，何况讲未来伫迄个无极的。李天那个所在，那是唔知偌好，我那袂晓讲啦，因为我也唔捌伊啊。但是佛有敢讲，咱来相信佛，啊！你马上相信科学家，科学家敢讲，咱都开了5%呢，唔是50%呢，5%尔，就已经不得了啊！何况讲要95%未开完，那就是没完没了，真的没完没了。特能，特能就是圣旨的意思。在咱人间，皇帝发出来叫做圣旨；去天，玉皇大帝叫做玉旨；在咱的立天发出来叫做天命，所以叫做亲命。亲，啥子亲命？我记着咧。咱讲皇帝倒啊。皇帝若派一个钦差大臣要出巡，伊有注意一支尚方宝剑，有无？这个尚方宝剑就是如同皇帝在身，伊会当先斩后奏。先台来讲，这个尚方宝剑代表皇帝的圣旨，也代表皇帝的本人。在人间就安那哦。玉旨有哪相像？那天命叫做亲命，所以咱的恁哪里写标文在？亲家顶温，亲家保温，一个保温，一个顶温，这个亲就是上帝的钦差，上帝交代给伊这天命，天命至尊，人天应。天命安那至尊，他是至高无上。人言天应，人讲天一定爱应，所以清淡的时，
为什么板凳爱清淡？咱虽然领命是领师尊师庙交代咱，会当来板凳，所以板凳之前一定要清淡。关帝基浊纯阳右，二十八宿护瓦坛，雷部、风部、虎部、龙部，一切诸神设计庄严，种种的意思。都敢讲鬼神听旨，切莫迷顽。鬼神直接听旨哦，即马要办桌啊！你伫方圆五百尺以内，你拢爱在护法护好。即马要办桌啊！换一句话讲，我们是一个凡夫呢，我们不算什么。一般进现代话讲，你算什么东东？咱即马是算啥？那么命令关帝说：“阮徛倒边，李先祖徛正边，鬼神拢爱听我的话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但是清命在身，你无听袂使，无听、哦，雷崩雷部、风部、虎部、龙部，接着讲死，我讲，伊袂使无听，这就是天命的尊贵，人言天言。”鬼神听旨，袂使搞怪，即马要办桌啊！三天大师在人班，啥做三天大师？三宅，啥做三宅？大家知无？三宅，天地人并立三宅，咱人有够无？天地，咱人上敖，天地会讲话未？你捌听着天地讲话办办？唔捌对唔对？不做会讲话未？咩话讲话你听唔捌？咩话捌落来只行行办办？拢唔捌对唔对？不做未讲话，也未惊咯，啊要叫啥人做？啊无只工作要叫啥人做？叫人，所以。天地人，人会当补天地的不足。你看即摆咧热，咱就甲发明冷气，寒着烧气。咱即摆车哪发明哪紧，即摆含高铁哦，时速走300外，即摆日本高铁还佮含走603，时速呢？走603，用咩含无人机走烧烧啊？已经紧紧加安尼啊！哦，所以讲人会补天地不足，三天大师在人班，无人来操纵袂使。普渡三泽，人鬼仙，普渡三朝，上渡河岸之道，下渡幽冥鬼魂，中渡昏沦众生。如果若要天命的尊贵，免那普渡三泽，哦，这就是无妨特令，一个地下仙，因为进度啊9:30，要搁讲的无时间啊，哦，咱应准时下课，后礼拜后半段，搁比即马较精彩哦，恁若无来听。可惜，会对形顿足，对形顿足，站脚个精神观哦。啊，好嘞。好，一切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等下是慈悲。